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今天就从水上米泰国餐厅，然后带外带便当回来开箱。好，这个是打抛猪餐盒，好，这个是烤鸡腿餐盒，好，这个是椒麻鸡腿餐盒，椒麻鸡。好，那这个是打抛猪餐盒，烤鸡腿餐盒。椒麻鸡餐盒，好，就先从这个烤鸡腿便当开始吃起啊。嗯，好吃，嗯。啊，这个是烤野菜啊。嗯，好吃。哦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。啊，就算是一个人也可以享用的外带便当。哇，这个烤鸡腿上面的酱很香。好，这个充满了异国的风情啊，赞！啊，鸡腿都已经去骨了，所以吃起来很方便。嗯，好吃哦，哦，很对，推荐大家试试看，很不错哦，赞。好，那一炒就是这个打抛猪的哦，你试试看。
应该炒香喷喷香喷喷的吧？有个那个那什么味啊？柠檬味吗？会不会很辣？不会。不会。嗯。现在感觉不出来。好，我们那个烤箱烤过之后，那感觉颜色变得比较深一点。刚刚我那鸡腿也是啊。好，这个是烤野菜。好酷。上次吃过他们的喇叭猪就很好吃。很下饭。要几分？满分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反正餐盒也很精致。吃起来心情很愉悦。好，那这个是冬阴功炒海鲜，尝尝看。这是什么？柠檬叶。好大。有股特殊的香料味。它这个就是香茅啊。香茅，这个，要不要咬？就是它是陪衬的，然后吃里面的海鲜料。不错吃。可是如果说这种香料味啊，不晓得，可能第一次吃这样的香料味。柠檬叶跟那个香茅的味道，然后它就是有一个 特殊的香料味了，这个是虾仁。还有小番茄跟这个，应该是杏鲍菇啊。没有，那是什么那个大菇？那不是杏鲍菇吧？那叫什么菇啊？反正一个菇类的。袖珍菇啦，袖珍菇哦。袖珍菇菇，好吃又美味啊，赞！用料实在又美味，好赞啊！好吃。在这个冬阴功海鲜汤，好辣，很辣，它没有很辣啊，它微微酸、微微辣而已啦。可是喝久了都会蛮辣的，蛮辣，不错喝。它微微酸、微微辣，很开胃啊。对，好喝。好，那这碗同样是这个海鲜丰富
好，那像外带几样菜，然后跟这个便当在家就可以吃得很舒服啊、哦！赞赞赞赞赞！嗯，价格不贵哎。嗯。好赞，嗯。嗯。微微香，微微辣啊、哦，很开胃。不过这个红油喝到喝一点点的时候，浮在上面，感觉会有比较辣哦。好，那最后还有这个很可爱的小熊造型的奶茶，泰式奶茶。不过因为这个是我们家妹妹要喝的，所以就照一下哦。好，那总之外带便当就好吃美味，那冬阴功汤海鲜的话也是非常的好吃哦。然后在家用餐就可以在餐厅吃到的感受是一样的啊、哦嗯，而且价钱也不贵。对，140，100多少啊？100多，100多这样子。140左右，160这样子。嗯。算还 OK 这样子的餐盒。嗯嗯，好，那在家也可以享用这个水上米的餐盒。嗯，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啊、哦！那个人觉得这样子吃起来很舒服，然后花的又不贵，然后可以在家吃得很舒服。对，好，那就各位有买这个外带餐盒的话，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